大师，您那是师傅。哎呀，沙师弟呀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去不得啊，去不得呀，去看看。哎，去看看吧，走走走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来了，我们要给鹿点关注的点点关注了。呜、哦、谢谢我们丁，谢谢，感谢我们丁。不行，我要做一个，我今天早上不行，我做个温柔女人，嗯。谢谢浪漫的哥哥，感谢我们，欢迎我们小讨厌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，爱太爱你了，什么是爱呀？来，你跟我讲一讲什么是爱，你是咋爱我的？嗯，谢谢我们星子，感谢我们星子的墨镜。谢谢我们仙子，我也爱你啊！哦，天哪，今天已经有第200多个人说爱我了！天哪，你们的爱这么不值钱吗？天哪，今天已经有200多个人说爱我了。有一首歌叫什么？谢谢我们浪漫哥哥的桃花运，谢谢。天哪，脱口而出的爱，天哪天哪，好吧，那你是今天第208个说爱我的，我还没说呢，那你也说吧，你凑一个209好不好？
你在北京哪？对，我在北京哦。喜欢在抖音就是爱哦，201个就是我呀，嗯，大家都自己领那个叫什么，自己领饭碗了是吗？哦，不对，哦，谢谢我们一生一世的亲吻。谢谢我们一生一世，谢谢。我有老婆，所以不爱单纯的欣赏，在座的都是欣赏我的，在座的都是欣赏小鹿才艺的，没有人真的喜欢我的，都是欣赏小鹿的才艺。我家是没有那个，爱的号码牌呀。有一首歌叫什么？爱我的话你都说。我在大兴啊。哦，这样子吗？支持小鹿，谢谢我们宝儿，感谢我们宝，谢谢我们夜空送的纸鹤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夜空，谢谢夜空，谢谢。喜欢你又得不到啊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，哦不对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想要，说的就是你。很多人爱你也是正常的呀，嗯，那大家的爱。嗯，太沉重了，太沉重了。嗯，已经快递300个了，每天都好多人说爱我啊，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哎，天哪！电视剧里不是这么演的呀，我看电视剧里都是经历过磕磕碰碰，嗯，互相认识很久以后，然后经历过风风雨雨，到最后。才能把这个字说出口，然后怎么的，我在抖音里每天都有几百个人说爱我，我讨厌你，完了，你引起我的注意了，你是第一个说讨厌我的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灯牌也没有进，算了。难道你未来的另一半就是要这么追我吗？啊，不是吧，说一句我爱你我都不认识呀，可是今天说爱我的人我都不认识呀，那不行，就是这跟大街上抢什么，你说的那个是相爱哦，这样子吗？白莲花呀，嗯，我不喜欢白莲花，我最喜欢的花是彼岸花，因为它红的，嗯，红的很美，嗯。我最喜欢的花是彼岸花，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，很好看，欢迎你哦，欢迎你哦。种自己的花，爱自己的宇宙，哎，我不会种花呀，哪有彼岸花的存在，都有好不好，你们可能没有见过啊，你们肯定都是城里的孩子，我从小就在那个，我等一下我给千羽回一个去，我喜欢彼岸花，你们可能都是在城里长大的，没有去过我们山里啊，我们山里就有彼岸花，可美可美了，但它是属于一种野生的花啊，对，你要运气很好才能碰见，以前我在河边看过，我放过牛，你放过吗？我做过牛，我爷爷养过牛，我小时候骑过，我家以前有一个大牛棚，全是牛，然后有一天晚上很奇怪哦，我那会小也不懂事，我家有个大牛棚，有一天晚上呢，一夜之间我的牛棚被烧了，哦，不是我的牛棚，是我爷爷的牛棚被烧了，都变成烤牛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吃掉了，以前小不懂事，然后长大了才懂事，才发现肯定是有人嫉妒我家的牛多，把我家的牛给烧了，亲手我明天我就发了，小时候把牛给弄丢了，哎呀，小鹿是山里长大的吗？嗯，怎么说呢，暑假都在山里，
小鹿的长相就是被亲人宠爱的样子啊，真的假的？别这样讲，大家不要欺负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大家不要欺负我，我就很开心了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一个才艺主播，所以我感觉挺不讨好的。我在想，你是不是尝牛肉干了？没有啊，牛肉干不太好吃啊。都是放牛的星星，小时候星星确实挺多的，像个贵妃呀。我不能当皇后吗？我当贵妃。讲这话。1, 2, 3, 4，给豆豆回一个吧。怪不得这小鹿原来小时候烧牛牛，又不是我，不要乱讲，不是我好不好？我哪能干这大事啊？那我爷爷该打死我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干这大事的，干不了的。人家看你长得太漂亮，所以说你长得像贵妃呀。贵妃长这个样子的吗？哦，欢迎彼岸花，说彼岸花，彼岸花就来了。就是你尝了牛肉放的火，不要乱讲。是你的小蛤蟆是。嗨，小鹿。嗨。快乐小公主，谢谢我，谢谢你。谢谢谁啊？他们说你算你的灯牌，赶紧上一下。谢谢我们傲月雪，谢谢我的十几粉丝。玩点啥呢？玩个说撒娇女人最好命，学学撒娇，我们玩玩撒娇八连好不 好？谢谢风喵的灯牌。嗯，我们输了就撒娇吧。好，二连还三连吧，八连有点太多了。三连，好，我也觉得有点多。嗯，行，闭麦了。好的，毕竟撒娇不是我的强项，但我得多学学。我觉得我没有成功的原因，肯定是因为我不会撒娇，我得学一下。傲月雪，欢迎傲月红。我印象中有一个傲月红，哎，来，我们开门第一把，我们有没有？对面好凶哦。那杯水是道具吗？不是道具啊，是我喝的水杯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五星，谢谢喵喵喵。看看我们家能不能来个开门红呀。欢迎好，谢谢星，谢谢，感谢心如止水，好喜欢小姐跳舞啊，谢谢你每天都来讲这么一句话。换一句话好不好？我都感觉有印象了。我其实除了跳舞还有很多优点的，比如说说你们还喜欢什么，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都告诉我一下。不对，你们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都告诉我一下吧。哎，今天我们千玉哥哥不在吗？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天哪。咦，就像你一样，天哪天哪，你们有点自己的主见好吗？不要见一个爱一个嘛。你们这样讲我都没办法往后面讲了，你都不按我的那个讲不下去了。那敬在座的兄台一杯吧，敬你们一杯。玩套路出牌呀。对呀，玩套路出牌哟。太想。